合欢山，沿着省道台十四线行驶，即可抵达合欢山。进入合欢山游乐区的注意事项：这里是合欢山游客服务中心，您勿急。合欢山森林游乐区的招牌，合欢山东峰与滑雪山庄的方向指示牌。我们走到松雪楼，松雪楼的海拔3150公尺，山顶上看到一丛漂亮的龙柏老树。合欢山东峰满山遍野的高山杜鹃，杜鹃花的象征，它是节制与温和。合欢山东峰的高山杜鹃约有数十公顷，非常值得到此赏花践行哦。这边是合欢山东峰的峰顶，海拔是3421公尺。本影片谢谢你的观赏，再见。